那在影片开始前呢，还没订阅的记得按订阅，打开小铃铛，然后才可以知道什么时候我上新片跟什么时候直播哦。长音。没有比魔影金猛弱很多。我靠！周峰不来接应。对了。啊，好呀，啊，没多好，出事了欸，哇呜，不可以太伤了吧，来个后撤，哎，加入闪电，我有机制球，进，哎呀，还好，终于抢到一个了，赤木板输蛮多的。小麻烦，需要另外一个打点。有三峰单双都能顶头的，超级危险。靠塞在玩。我没盖一，吓死我！又顶，他这是靠谁在玩、欸？他一二都是用顶的，只能用手机打，无聊玩一下手说。但比赛气氛这么沸腾，玩一下手说。赤木。干，没拍到，太远，还好没进。暂停，中奖喽！赤木，出点事情，漂亮。哎，赤木，我回场接到球他都不来接应呢，这超容易爆传的。但他一个帝王树头滑错边，刚好漏盖。顶楼，哎呦，这个地盖有料。有有有，
两分球，小事小事。打快啊，不要拖时间啊，巨星仔，完了，要被断球了。为什么巨星仔都喜欢拖半场，然后拖时间呢？超级白痴的行为。到底为什么都要去半场啊？哦，这些人的智商我真的快受不了哎、欸！但这种动作一定会让自己输游戏、输脑袋哎、欸，这些人受不了，超不喜欢这种动作的。这种动作出来跟输了没两样。真的菜。